简单与抱歉，安抚着揪心的挂牵。雪一次次点燃，路步步都艰险，用一丝淡淡的微笑，将满身的伤痛遮掩。过段时间吧，这段时间工作太紧张了。哎呀，你老说过段时间，过段时间，老不去。到现在还不相信我？我喜欢你，你又怎么？什么情况？怎么回事那边？圆圆，你再等会儿，我去看看啊。哎，算了算了，别多管闲事了，反正也没人看见。你忘了我是警察，不行。哎，你，我是谁？哎，你以为你，你都想耍流氓是不是？救命！抓住流氓！别误会，误会，误会什么？我等过你一句，走走，我去里去。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哎，我跟你说，啊！你给我站住！你别去，你别去！你来等我，等我。兄弟们，停车！你个王八蛋！没事，没事。就剩你自己了，君婷他们呢？在外边呢。怎么了，君婷？再有一双脚印。小家长发现是冲着屋里的。
你看是不是？君婷，你到里屋去。嗯。朝屋里面。嗯。你是不是站在池里旁边？是。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嗯。在案发的时候，这站着一个人，他能够看到屋里发生的一切。对。那么这个人的脚印，就说明他是一个很直接的目击人。一会儿把脚印踩一下吧。哎，黄永光呢？啊，在医院里，他女朋友陪着呢。那个受伤人情况怎么样啊？挺严重的，左胳膊挨了一枪，左大腿挨了一枪。这小子真走运，挣一点就要命了。现在有意识吗？还算清醒。他是死者的丈夫，叫冯子阳。我的意思已经说完了，确实是我的问题，由于我的失误放跑了杀害你妻子的凶手，是打是骂随便你，我全领了，真的。就算我打你骂你，能换回我老婆的命吗？算了，这事儿我不打算再想了。要不是这样吧，你的医疗费我全包了。你看，除此之外，我还能为你做点什么？不必，不必。我说的是真心话。你看，如果我还能为你做点什么，我心里可能会好受点，因为我毕竟是一个警察，犯这样的错误。那好，那你们要是抓住那个女人的话，替我问一下，她为什么下手这么狠？我老婆究竟跟他有什么仇？好，一定。嗯。哎，你们看看，这就是我们家小燕儿姑娘，这时候刚满16虚岁。她是学过京剧。嗯。正经学过，还唱过几年呢，就在咱们韩江京剧院。现在那儿的老人要是提起我们小燕姑娘，现在还都知道。当年如果继续唱下去，现在说不准都是角了。那他后来为什么不唱了？眼睛瞎了一只还怎么唱啊？怎么回事啊？还不是因为搞对象。是跟那个叫冯子良的吗？不，跟他的时候眼睛已经瞎了，要不然我们家好好的大闺女干嘛找个那么大岁数的，还不是自己有缺陷吗？别提了。那人是谁呀？叫许明成，是个小白脸儿，也是唱戏的。谁知道他从哪儿认识的，就让人给缠上了。是那个许明成把方艳的眼睛给打瞎的吗？不是，是另外一个女人，也是跟那个姓许的搞对象交朋友，是她把我姑娘的眼睛给打瞎的。那女的叫什么？好像姓刘，叫什么凤儿。她现在在哪儿呢？在监狱里头关了好几年，不知道现在出来没出来。哎，刚才你们不是问我小燕有什么仇人没有吗？她就是我们家最大的仇人。可能是这个。
刘美凤伤害案被害人方燕，对，就是她，叫刘美凤。没有照片啊。新安七道街137号，这归哪个派出所管的？应该是七道街派出所吧。请进，所长。啊，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所的小王，刘美凤他们家那边就是由他负责的。啊，你好，你好，你好，给您添麻烦了啊。哎、没事，请坐。哎，您请坐，您请坐。哎、谢谢。小王，你把刘美凤他们那家的基本情况跟申大队他们介绍一下。啊，好。刘美凤他家常住人口3人，户主是孙玉华。与刘美凤的关系呢是母女关系，但是6年前就已经病逝了。她还有个弟弟叫刘海滨。6年前好像是刘美凤入狱的时候吧。对，刘美凤入狱后的第3个月她母亲就去世了。死因是什么呢？心脏病。老人家心脏病突发的原因是那个叫方燕的到她家里来滋事。这为什么要滋事？方燕认为啊，法院对刘美凤的判决太轻了，于是方燕就到刘家跟他要赔眼睛的费用。为此呢，双方发生了争执。当天刘美凤的母亲呢心脏病发作，被送到医院，10天之后就在医院去世。在这件事情上，方燕就没有被追究责任吗？有，刑事拘留15天，并负民事赔偿。那刘美凤的家人对这样的处理结果是什么反应呢？非常喜欢。刘美凤的弟弟啊，在方燕被释放的当天呢，痛打了他一顿。据我们了解啊，方燕当时的处境十分危险，幸亏亲戚帮忙，要不然肯定出大事儿。那确实是挺不错的。那刘海滨呢？他现在干什么呢？大概在3年前吧，他把房子卖了，然后呢就不知道去哪。你们去找过他吗？我到他以前工作的汽车修配厂找过他几次。后来他就不在那儿干了，这2年吧也没看见他的踪影。据说他去北化了，毕竟他姐姐在那边服刑嘛。这刘美凤都刑满快1年了，你就一次没见他回来过？没有。我手头这几张照片呢还是他最原始的底子。我们在案发现场一共提取了4份鞋印，这是冯子良的，这是死者的。黄玉光反映那天晚上冯子良不是在追一个女人吗？那个女人的鞋印就是这个，我们怀疑他可能是杀人凶手。还有一份鞋印很奇怪，我们是在旁屋里发现的，从他所处的位置来看呢，他目睹了整个的作案过程，是现场目击者。这个鞋印有最后结论吗？有，从鞋子的尺寸来推断呢，此人身高在75到78之间，体重在70公斤。哎，虎子，哎，你们回来了。是这样，哎，情况怎么样？在值班室，黄玉光已经辨认过了，这是女嫌疑人刘美凤。他弟弟刘海滨呢？他跟方燕究竟有什么仇？刘美凤的母亲是被方燕气死的。对。在旁屋留下脚印的那个人跟刘美凤的同伙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呢？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个人有没有可能就是他弟弟刘海滨呢？我觉得现在下结论还太早了，等人抓住之后啊，什么都清楚了。哎，江晨已经找到徐明成，你们见不见？可以见见啊。哎，他是干什么的呀？啊，他在一个文化公司做副总经理。要不我和晶晶现在跑一趟吧。哎，你们去吧。哎，你把地址告诉我啊。您跟刘美凤是怎么认识的呀？哎，我们是体校的同学，那时候呢我练羽毛球，他练射击。难怪他枪法那么好。哦，他是用手枪打死的方燕。他用枪打了方燕的丈夫。冯子良也死了？没有没有没有，听您的口气您跟冯子良也认识啊。跟你们我就什么都不瞒着了，我是通过方燕认识的冯子良，而且都挺熟的，朋友嘛。哎，他伤得厉害吗？
不听。住的哪家医院？我得看看他去啊。有件事儿，我希望您得跟我们配合。刘美凤到底找过没找过你？我知道我说话得负法律责任，没有，绝对没有。怎么，你们还不相信啊？确实没有啊。啊，那您就跟我们聊聊刘美凤是个什么样的人吧。其实她这个人还真不坏，就是脾气急，遇到事儿的时候着急上火，想不开的时候容易走极端。刘美凤有个弟弟叫刘海滨，应该认识吧？怎么，他也参与谋杀方艳了？您对他了解多少呢？我对他就不是特别熟了。我光知道他原来是修汽车的。我觉得许明成这个人呀，其实挺怂的。你说他跟刘美凤关系那么一般，刘美凤怎么可能回到韩江以后不跟他联系呢？你说的也有道理。哎，你觉得他这人有魅力吗？魅力啊，有啊，他挺受女孩欢迎的。我可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像他这样的男人怎么可能有两个女人为他争风吃醋闹奸这个地步。哎，我发现就算许明成使出吃奶的劲儿，也肯定吸引不了像你这类型的，你信不信？我什么类型啊？你是这问题还挺难回答，不过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和你相亲的人。你别讽刺我，我相亲还不是因为没有人敢追求我吗？是我在农村待的时间长了还是怎么了？哎，打我回来之后你韩金明老是话里有话。我是话里有话，你好好琢磨吧。哎，是谁啊？你找他有事儿吗？那个他哎，喂，谁呀？许明成，是不是隔的时间太久了，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我听出来了，你在哪儿呢？不方便是吗？等会儿，我上里边接去啊。让你去，你去吗？去呀！我知道，你恨我的这次死的人是我，这样你就自由了，是不是？对，说得好。看你那德行。你觉得怎么样了？好多了，好多了。哼，我跟您说啊，这些日子吧，多亏了咱小黄，我打一个电话他就过来，啊，跟这儿忙前跑后的，要不然我一个人吧，还真不太方便。应该的嘛，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受这么重的伤。你看你怎么还提这茬啊？我可早忘了。小黄在这儿呢，我们也都放心了。我们家队长还说准备来过来看看您的。哎，不用不用不用，你看你们都挺忙的。哎，没事没事没事。反正你有什么困难呢，你就跟我们说，我们这边有什么消息，我们会让小黄第一时间告诉您的。哎，你看那就辛苦你们了。老冯啊。哎，许先生，哎，你好，哎，你好，申大队。哦，你们都在这儿呢。哎，哎，怎么你们认识？认识，认识啊。哦，哎，老冯啊，祝你早日康复。啊，对，你看你别这么客气。哎，许先生。有点事跟您聊聊，咱们出去一下。那我先去一下啊。好，哎，你好好休息啊。哎，好。哎，
哎，大哥，吃苹果。沈队，这两天一切正常，刘美凤没跟我联系过。啊，反正您每天出入的时候呢，注意点安全。啊，好吧。哎，一定一定。耽误您了。好，谢谢。哎，没事。哎，王一博。啊。干嘛去？啊，这不来客人了吗？冯经理让我去买点喝的。哎，对了，沈队啊，冯经理的意思，他想早点出院。为什么？他说他那儿开了一个影视器材租赁商店，又开了个超市，生意挺火的。这不方院出事了吗？这店里忙不过来，他挺着急的。我们先去吧。哎，好。有人说，我们现代人很多自然的能力都已经失去了，比如一只羚羊可以感觉一公里以外就有敌人出现，一只猿猴可以感觉50公尺就有敌人出现，而我们现在的人就是面对面也分辨不出对面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敌人。现在这件案件虽然已经矛头指向刘美凤，但是我感觉不是一般的复仇案那么简单，尤其是那个许明成好像有事情瞒着我们。如果他隐瞒的事情跟刘美凤有关系，又或者与方燕是一个三角关系，那就复杂了。老杜，许明成一个人在这转悠20多分钟了，我觉得有问题。虎子，咱俩想到一块儿。老杜，有人向许明成那儿走了。知道了，盯紧点。明白。成功的跟我们合作态度啊，沈大队，你不知道啊，这刘美凤说了，只要我敢报警，他就杀我们全家，我这不是为了破财免灾吗？你以为你说的这些话我们还会相信吗？哎，我今天在这说的话全都是真的呀，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老婆在旁边的，不信你就问她呀。那你也不能这么做，你不知道吗？沈大队啊，你原谅我这一次，我这次是为了家，如果下次刘美凤给我打电话，我肯定马上报告。你觉得他还会打电话给你吗？修车部里已经没人了。刘美凤回去了吗？哎，他有没有其他落脚点呢？那大宝说他不知道。虎子，嗯，你看，这是大宝的脚印扫描，这个是刘海滨的。与现场窗外的足迹对比过了，都不是。哎，许明成呢？啊，我和志军商量了，先让他回去了。太便宜他了，就冲他妨碍公务也得拘留他15天呀。嗨。喂，哎，我是啊。什么时候？没问题，我没意见。
啊，早点回来啊。侯宇光说，医院同意冯子良出院了。喂，他在呢，他有些不舒服。行，我知道了，那我挂了啊。谁？是我妹妹。明天孩子过百天，让咱们过去热闹热闹。喂，电视台吗？哎，麻烦您给找一下郑爽。哦，什么时候回来？哦，谢谢。徐总平时挺爱开玩笑，今天这怎么了？哎，你小子干嘛？这写着不许抽烟。不是我想抽，人家在那儿吃午饭，我这肚子也饿得咕咕直叫，这总不能眼巴巴看着吧？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别忘了带点面包什么的，省到关键时候饿得前枪贴后枪。那你干嘛不自己想着呢？那我是中队长，你是中队长，上级交代的事儿你给我记着得了。伤怎么样了？做手术的时候还忍得住啊，就这换药啊，这护士拿着药棉花是愣往你伤口上捅啊，这叫疼啊，甭说疼，光吓就吓死了。这点罪啊您真得遭了，贯穿伤就这么处理，这细菌要是杀得不彻底的话，您这条胳膊呀就该废到彻底了。看来我还得忍着呀。啊，你说这刘美凤，他怎么会这么狠？哎呀，我说，你还真把他当正常人了，是吧？俗话说，
扯了龙袍也是死，是杀了太子也是死。刘美凤已经杀了一个了，再多杀俩他也不在乎，是吧？哎，沈大队，您还得暗地保护我呀。如果刘美凤要找到医院里来，我这条命还是就交代了。您放心，您放心，安全问题呢，我们会考虑的。我们是希望您把知道的事情啊，别闷在肚子里，您得跟我们说。这我知道什么呀？申大队，我就不耽误你们谈正事了，我先回去了。那也行，行。那个，你好好养伤。医院这边如果钱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你愿意，啊，走了啊，谢谢啊，谢谢。那个李光，哎，你送冯经理出去，可能伤还没好利。哎，不用不用，我没事儿。对对对，走吧走吧，这样我们能放心点儿。好好好，走吧，走吧，再见再见。哎，这人也走了，是不是该说点真东西了？脏又臭，湿乎乎的，怎么会有人呢？徐明成说刘美凤藏在这儿，我看多半啊是他在遛咱们。遛咱们？他对咱没什么好处啊。他现在每天在外边转悠，等于上了生死路。他应该不会拿自己生命开玩笑。申队，这边有东西。这是在防空洞里发现的，还有一盏马灯和一些吃剩的罐头盒子，盒子里油啊还粘手呢。嗯，刘美凤啊还真是个人物，跟打游击似的，一个人敢在防空洞里猫着。许明成说啊，这个防空洞是他和刘美凤当年约会首选地点。嗯，我们进去看了一下，除了黑潮之外全是优点，咱们得让有关部门重视一下那儿了。嗯，应该重视起来，要不咱们也不至于费这么大劲。还有出口呢，只要能进人的都已经把好了，只要刘美凤回去肯定是溜不掉的。你江晨情况怎么样啊？那边守着呢。嗯，哎，虎子，你看许明成交代这俩地儿，一个没有人，一个没活人，刘美凤现在溜哪儿去了呢？小姐，你们老板在吗？出去了，你有事啊？啊，麻烦你帮我小心写好了。什么？不想死就别找麻烦。动，别动，别动。嗯，冯子良打电话说超市被抢劫了，抢劫的是个女的，还拿着枪，有可能是刘美凤。志军呢？大概已经进防空洞了吧，给他打手机不在服务区。走去超市。哎，是他吗？仔细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人呢。走吧，去给我做个笔录。哎，您上办公室谈吧。啊，这边。嗯，哎，申队，嗯，喝点什么？哎，别别别，不客气不客气。这个刘美凤一共抢了多少钱呀？哦，他当时那里边好像还有昨天的营业款，我初步估算了一下，大概其有6000多块钱吧。啊，志俊，我是铁虎，抢超市的人就是刘美凤，下一步他可能要跑了，
我觉得马上封锁车站和出入韩江的交通检查站。对对对对对，哎，再见。哎，你说刘美凤为什么不打劫其他超市，偏偏打劫冯子良的超市呢？你说他除了跑还能做什么呢？你想一想啊，方燕想复仇，所以才致使刘美凤的母亲心脏病复发而死亡的，而且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在他母亲死了以后才发生的。那么刘美凤的母亲对于刘美凤是不是特别重要？我带你去个地方。走吧，师傅。您去哪儿啊？不是跟你说过吗？去西郊。怎么着？想跑啊？你是谁？你累了吧？你该歇会儿喝口水了。美凤，你不会就这么一直耗下去吧？那我现在说的话，你们能信吗？我觉得信不信完全取决于你的态度。只要是实事求是的回答问题，法律肯定会给你一个公正裁决，我们也会帮助你的。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在出租车上才抓你？那是因为我们队长想让你和你妈多待一会儿，不想在她面前抓你。嗯。好，我跟你们说，那个戏子就是那个方燕，根本就不是我杀的。那天我跟我弟去超市，正好碰见方燕在收铺，就趁机抓住了他，然后把他带到了防空洞。小范儿，我知道是因为你妈的事你恨我，可我不知道她有心脏病啊，真的。再说，是你先打瞎我的眼睛的。打瞎你眼睛是轻的，我这次要你的命。既然我落到你手里，要怎么样，随便你。哼。我靠一只眼睛过日子，我早就立了哟。你活该。你现在明白了，要不是你这个不要脸的跟我抢男人，我能像今天这么惨吗？你以为我好受吗？他许明成现在娶的女人也不是我，也不是你呀。混蛋，少把我跟你扯到一块儿去。我没什么好想的，你就痛快点吧。想死没那么容易。我在监狱里遭了那么多年的罪，白遭了。那岂像想让我怎么补偿你啊？拿钱买命。钱？小意思，我有，也可以给你们，不过得有一个条件。
你们必须先把我放了。最后你为什么把他放了？我只打算修理他一顿，然后弄点钱补偿一下我自己多年的损失。我了解那西子，他答应的事儿肯定算数的，所以我就把他放了。你不怕他来公安局来举报你们说是敲诈吗？那不会，我看得出来他确实因为我妈的事儿觉得挺对不起我的。当时发现答应给你多少钱？10万。什么时候给你？3天以后。这3天你干什么了？我什么也没干，我天天躲到那个大宝的修车铺里，就等着收钱的日子。你和方燕是怎么联系的？我给他打电话。什么时候？出事的那天中午。但是我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那屋子里被翻得乱七八糟的，东西扔得到处都是。刘美凤明显是胡说八道，是我亲眼看到她打上了冯经理，她还说她没杀方燕。那你觉得她杀人跟开枪有什么必然联系吗？当然有了，那冯经理干嘛要追她呀？那可是冯子良的证言里面说他只是从院里碰见往外走的刘美凤，并没有说他亲眼看见刘美凤杀的人。可根据这个咱可以推断呢，是吧？你怎么推断？你想想啊，这事情可能是这样的，在冯经理和刘美凤擦肩而过之后，冯经理就回屋了，一回屋看到他妻子的尸体，是吧？可旁边又没别人，刚刚出去的刘美凤一声不吭就走了，肯定是做贼心虚啊，是吧？他不是凶手，谁是凶手？哎，那除非是这样，在刘美凤回来之前呢，方燕家来贼了，贼把刘美凤杀了，哎，贼把方燕杀了，是吧？怎么可能啊？你这个分析不可能成立，现场勘查已经证实了，除了屋外那双陌生的脚印之外，屋里只有冯子良、方燕还有刘美凤3个人的，哪来第四个人呢？除非有人故意在说谎。你怎么知道我想说什么呢？